近日外界盛传无线将会有人事变动，更加传出金像影帝林家栋将会回巢，成为 TVB 的管理层之一，顶替曾志伟。上台节目《在晴朗的一天出发》的主持人之一郭智仁日前在 Facebook 列出六点，话听闻大台好快就会有人事变动。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继日前强烈谴责之后，在今日就再流出 TVB 四大高层至员工的内部信件，情况相当罕有。那封内部信件是这样的。